面子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第一周团战，当日 MVP 得奖的是郑敬欣。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是会努力，就是尽心尽力变成最强的。红队第一棒叶慈玉准备要来试掷他的第一枪了。其实标枪它非常重要的，有一个是助跑的动作，能不能够把力量延伸？第一位选手团队谢霆龙，荣耀靠！好，接下来是蓝队第一棒谢雨桐，助跑距离呢？会不会太短？可是因为他们怕踩线啊，只要一踩线。就没成绩，没错，因为呢是应该有过时啊。OK， 黄队选手郑敬欣第一支持。我们看到正式的比赛，其实选手大概会就是助跑大概20公尺左右。找对郑敬欣，这个好像有接近20，有平均了，接近20。好，三队第一棒的成绩，红队的叶慈玉是14公尺81，蓝队的谢雨荣是16公尺95，黄队的郑敬欣19公尺14，是追平了大会第三高的记录郭之盈呢，也是19公尺14。好，接下来要登场的第二棒的选手，率先上场的是红队的陈一。瑜伽梭哈喉咙啊，耶！陈一这一枪是枪头有先着地吗？哇，失败了！没事，受援。哇，因为他只剩一次机会，他刚才尖叫了一下。来，这个选手 Mikey 第一次击。其实力量一定要灌输到枪头那个地方，你才有办法让它飞行。哦，有这个插到。接下来是林玉书，也是左手。可以，有了。OK。现在陈一的压力很大喽，这一局要是失败的话，这一棒是挂零呢。后面要追就蛮困难的了。加油！有，这个有点往后了。其实投掷标枪必须用一点腰部转动的力气。哦哟！已经20公尺了。对。比他第一掷还要远。有没有机会破纪录呢？哇！蓝队的 Lucky 19公尺61，超越了原本大会纪录第三名的郭之盈，他现在串升到大会第三名了。好，在前两棒的总和呢，红队的部分是28米99，黄队的部分是31米81，蓝队是36米56。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红队的第四棒夏普阳，普阳动作哦，加油！男子组选手。红队夏普阳第一次直，夏普阳，哇，枪口来得及着地，是啊，有点惊险，成功了。接下来轮到蓝队的林辉煌，林辉煌第一次试掷，李翔，哇，这一局要看哦，成功，好球！黄队的部分是97公尺30，而在红队的部分是102公尺02，蓝队的部分呢又反超了，是102.14，只差了12公分呐！哇，12公分，是这样吧？12公分，哇，所以真的要决战到。最后一棒，好，看庾澄鑫第一次试掷，逼近40公尺了。蓝队选手吴许阳第一次掷，没有助跑吗？现在风来了，好看，顺风。哇呀！对，
的每一个准备动作都差不多哈。对，谢谢。落后五秒，最后拉的这个动作有没有爆炸性的演出呢？哇，感觉太用力了，那个羊角没有拉起来。阿信，阿信再冲一个！哎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破纪录！破纪录！破纪录！在旁边呐，红队已经帮庾澄庆呐高喊破纪录了。这以目前来看的话，红队胜券在握。庾澄庆第二次投掷，投掷！在最后一棒了，蓝队的吴许阳是24公尺整，黄队的徐伟则是37公尺86，而红队的庾澄庆掷出了42公尺13，哇，已经是成为了大会第二高的记录了，超越了王品浩以及何梦远，仅次于曹佑宁。蓝队仅成绩126.14，红队成绩135.16，红队成绩144.1。全民运动会第四季第一周团战。当日 MVP 得奖的是郑敬欣。来，得奖感言。好，真的没有想到第一次团战，我就这么感动，这么多情绪。因为我的队友都很挺我，然后都给我超级多信心，然后让我相信我好像真的可以。因为我虽然不是每一个都很强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到我自己的。没有想过可以就是在全明星运动会拿到 MVP， 我知道我不是每一项都很杰出的人，但是我会在每一项都可以成为黄队很重要的旗帜，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是我会努力，就是尽心尽力变成最强的。